以后不需要你再冒险。我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为了我也不行。你今天怪怪什么？怪好看的。有人遗憾中失去了欢颜，故地中沦陷，初见那一面被时间封缄。有人遗憾中失去了欢颜，故地中沦陷，初见那一面被时间封缄，妄图与誓言。思念太无边，风月我独见，你和我妄念。别过来，当回忆呈现，明天给你打一只野兔子加餐，就当是你今天陪我看萤火虫的奖励。你不害怕吗？我害怕，但是我更害怕你受伤。一年一瞬一变，一点一滴惊喜间，看时和绵绵。这是噬魂骨一半的解药，等你完成另一个任务，我再给你剩下的一半。一书又一剑，一泪一血，一花一木几凋谢。姚姨说你身体还尚未痊愈，我刚熬了一些药，听说特别补。补什么？估计是一些民间的配方吧，听说对男人特别补。师傅，不用了吧？我再去看看其他的药好了没。皇尊，您这次损失了千年修为，我去取黑魔草来。黑魔草就不必了，本尊倒是觉得现在挺好的。就凭你，是你的雷劫。就是孟福生，听说出生没多久就克死了父母，也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。听说他从小有鸟兽为食，你看还会招蜂引蝶。这是妖女啊。哎呀，走。今天你们两个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。阿渊，听说庆丰楼的酒是出了名的香，你有机会一定要去尝尝。好。还有牛叔家的牛肉。
他也会杀你。我是最不信。好吃吗？哼，你看他们，朝生暮死，浮生一梦，你又怎知我们这一世不是一场梦呢？生死轮回最是浮生，真的是一梦吗？明天给你打一只野兔子加餐，就当是你今天陪我看萤火虫。